家好，我是小多啊。昨天刚刚出的新闻，从12月5日起，也就是今天开始，宁波呢就不再实行常态化的核酸检测。当然大家是愿检尽检的啊。就是从今天起，我们进入像那个超市、商场、一些公共场所，包括坐那个公交车，都不再需要那个核酸检测的阴性了，也不需要扫那个场所码了。当然对于放开和不放开，其实社会上肯定是两极分化的，因为大家所在的立场不同。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，老人又有一些那个基础病的，或者家里孩子还小的，那肯定是倾向于不放开嘛，因为这样能把大家保护得很好。那像我们这种，也不像我们这种，可能就是30-40岁的，压力比较大的，可能就是更希望于放开。那房贷要还，车贷要还，你封控了不上班不代表房贷就不用还了嘛，然后小孩子上网课也不代表学费就不用交了嘛。所以大家的出发点不同，立场不同，其实得到的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前几天一直在下雨嘛，所以我们没出门，保质期是过了的，但是不是现在不需要看这个保质期了嘛，所以现在我们去商场试试看能不能进去。但是放开不等于放松啊，就是该戴的口罩还是要戴的，然后多洗手，多锻炼身体。虽然锻炼身体我们是做不到的，我有在锻炼，我每天开合跳。我可没有看到，你在玩游戏当然看不到。哎，放屁！进入地下停车场，没有看核酸跟那个场所码了呀。我没看到，现在网上点评上面看到这里有一家东北菜，新开的吗？今年冬天去不了东北，我们就来吃一顿东北菜。其实东北菜是那种小店好吃。之前我们去吃过一家，在宁波还算有名的一家，但是它那个锅包肉没肉。锅包肉没肉，膨胀了，膨胀了。这几天天天吃甜品。宁波好像一共开了有4家好利来了。四家。之前我们去年去东北自驾游的时候，经常买好利来的。我都还想着宁波什么时候开？哎，今年就有了。3小时吗？可以啊。抹茶味的也拿一个呗。上次在外卖买了一个可露米的，20块，这个看上去很好看。这个我也是。那你确实有点膨胀，到底减不减肥了？没胖，从结婚前开始吃夜宵到现在。我本来想买他们新品的那个圣诞树的蛋糕的，他们放10段发的，4点会有6颗。我说买个那个蛋糕还在那里搞东西，有你这样的傻子买呀？因为节日快到了嘛，就应应景嘛。因为价格一分货，这可露里好失败啊做的。我之前买了将近20块钱一颗，真的超好吃。点不出什么菜，我点了个锅包肉、京酱肉丝跟溜肥肠。嗯，我就想吃一个溜肥肠，别的没有我喜欢吃的菜了。我想吃京酱肉丝跟锅包肉，我好像每次都会点这两个菜。锅包肉你肯定点，但是我觉得京酱肉丝菜很多店都不一样的。对，我现在好想吃他们哈尔滨的一种健康冻啊，茄子堡要砂锅的，然后有里面有虾仁、有鱿鱼，那个特别好吃。但是去东北吃饭，我压力很大的。你大什么？他们的菜量实在太大了。你少点两个嘛，你点两个菜不行啊。虽然也做不到点两个，每次都30个。是有房车不要紧，都打包的。没房车证的话是吃不完。不饱眼不饱。我从我们办婚礼前啊，那天开始吃夜宵，到现在我没有节制的吃饭吃东西，居然没胖个。而且你还吃了好几次夜宵呢。哎，对，夜宵啊，什么甜品啊。为什么你会不胖呢？也不是说没胖，是说只胖了一点点，就是属于非常正常的一个范围里的。因为我上一次拍视频最瘦的时候是50.8啊。我昨天称的是51.3，是不是等于说没怎么胖？1斤，对，对啊，你是不是正常的？嗯。就算你减肥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。长了1斤啊什么的。先上了一份京酱肉丝，你这个指甲会不会有点碍事啊？就是。哎，你们本人有什么春饼？你想吃春饼啊？对，包那个大酱，
炸鸡蛋了。鸡蛋酱。鸡蛋酱。万物皆可包。还行。他有认真的一点。明天开始减肥了。你还买了这么多蛋糕呢，刚刚。啊，你吃啊？什么叫我吃？我过瘾。你买蛋糕过瘾，然后让我吃了，我又不爱吃蛋糕。那个生巧我可以吃，别的我不爱吃。出国前瘦过五斤，你瘦到95斤，你敢不敢穿比基尼？我现在都敢，只要大家不怕辣眼睛。现在不能穿，现在限流的。锅包肉也穿，这锅包肉怎么跟模型一样？呀，这么贵的衣服，呀。虽然不是我在东北吃到那个锅包肉的味道，一进口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有一种橙子的那种香味，是偏甜的，不酸。我在东北吃到的是冲鼻子的那种酸，肉也是整块的，扁扁的。这个肥肠量很少很少，但是挺好吃的，这一份48块钱肥肠。你看这里是量普遍都很小是吧？锅包肉只有东北的一半。光前辈最近6个月的流水有这么厚厚的一叠，你到时候拍照累死了前辈。七十多张，你拍照累死了。你也不少，53张。对，现在在打印我的那个流水，前辈70多张，我是50多张。现在我们两个人的银行流水跟存款证明都已经办完了，各自冻结了10万元。对，冻结没有。他其实签证要求是不需要冻结资产，就是存款证明的，但是银行打印存款证明他一定要冻结。对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去拍照，就是签证要用的照片。我们别吃了啊，这样可以。好，给工作人员看，我放低一点。好，低一点，说太用力了。这衣服塞进去啊，这个白色衣服，衣服不好看。你这路走的不好看，对的，好低。我今天我下一次，好，开玩笑的。大爷顺便帮我修了一下图，字没给我修掉，有些小痘痘啊。印记啊给我修掉了。大爷修图是有点讲究在身上的、啊、他脸部啊给我套圈、啊、修白一点，脖子啊、嗯、比脸部稍微再暗一点点也修白了一点点，他分区的。